大剧呢。打个什么玩意儿呢？打个盖伦。他们跟我们打真就是玩儿，随便打。我跟这么多职业选手，一个人啊，一个人其实没啥，俩人从两个人开始啊就完了。两个职业选手在一块儿打俺们这，那就是随便打，那就随便玩。咱也是高分玩家，不能说现在跟他们打个五五开吧，六四开没啥问题。我估计我的水平大概现在在个大师100多点到200点之间。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漏了仨兵，又是你上来又开始拼，上一波就跟我拼。为啥我没吃药？哎呀，我药不是一号位，没事，无所谓了。哎，这咋没升呢啊，少兵了。杀了他。手太慢了小伙子。这波的小王八不知道来不来呀。兵线卡进去了，回家了。我估计这小王八打野可能挺慢，不太能来。掉线了，没掉啊。这光辉女郎哪来的呀？啊，中单啊！这不便宜这凯隐了吗？怎么有个皮卡丘呢？不跟你打，破你骸骨没破到，抠小兵了。哎嘘，该破一下骸骨了，老弟。该让我破一下了，啊！该让我破一下了啊 ！Q 一下，我的炮车！有点猥琐，直接上来 EAW， 躲他一个转，再躲他一个 Q， 平 A 接 Q， 等他转完，在他前面走，闪现晚了。晚了。我们刚才躲了他三个技能，一个英雄前期一共就有三个技能，躲了三个技能 ，QWE 全躲了，就好打了。这放在这里啊，让小兵自己 A， 要不然下一波塔皮我们吃不到了。这就叫细节。希望他们能敢多过几招。
不知道咋敢打盖伦啊，盖伦要猥琐你杀不了，就是现在上路就杀一次都是烧高香了，都你就能混就混一混，混不了就别死就行了，等队友呗，找个双排的打野。那都可猥琐了，除非玩个剑姬啥的，你知道吧？找个打野一起混，那不的，那打野可混不了。一场游戏的输赢全靠打野 ，Q 一下，再 Q， 耶！你到底跟不跟我打？你到底打不打？你以为我没有蓝？我一个小饼干一吃，你不傻？抢劫了！哎呀，怎么还在强攻的呢？来个耀光吧！这怎么能叫贪呢？这不就拿优势吗？那你杀完人不推塔、啊、那不白杀了吗？300块钱人家买个小破布甲，买不了啥玩意儿了。一出随便打，现在跟他随便打，让他丢个车，不追了。干哈呢，小王八？哎呦我追我！你感觉你打得过我吗？先 Q 他一下。这不是千万别打他，等他，等他那个消失了啊！等他 W 消失了，我们再上去打他。这波勾引他，让他过来，我们别交技能 ，E 也别交 ，Q 也别交，血就是这么少，让他过来。致命点炎接九头蛇，别摁平 A， 刚才 A 他我们就死了，知道吧？这波呀、啊，哎呦我操！这波没办法，尽力了，这波尽力了，跑不了了。本来我还想拿假猴骗他个大，哼，失败了，没吸地，真是的，这么点血还用闪现，吃了我两层塔皮。再吃一层塔皮，塔皮没掉，挺好。
红 buff 传递了，拆了得了。来了，德玛西亚之力。哎，漂亮！我的红光头来了，让他来，把他头发给他揪了。光头还敢来？先吃一波，吃完一波，躺后断兵线。直接转二银转再转九头蛇 EAW 的双 Q， 我已经无敌了，闪现走，别急啊，假装你来的有点快了，符文不是符文呢，影流之脸呢，给我干他来，不要害怕，算你跑得快。 QW EA 九头蛇平 A， 哎呀哎呀，我又来了水银海。传递了，我们又传递了一波红 buff。 德福真人巴坦巴旦木吉葡萄干巧克力，我就发现呢，什么甜往里什么整啊，这红不要了，这王八上哪去了？致命点呀，你还没点上，你说我不要你红，不要你红的，哎呀，没事，你一个我一个挺好。光头可能还得来呢，等一下光头啊，这里头有眼儿。EA 点烟 W A 接 Q 九都是你大爷的，你咋那么能抢？没给我，我有他家的，没事。我就打个蓝去，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呀，大光头，揪他头发，找到他，把他头发给他拔了，他指定在里边，我们走，我们走了，是不是？走哪去？
哎，他指定想定我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让他定，定我他就跑了。他带着那个相位猛冲，不让他跑。呀，这哪来个蓝 buff 的呢？干哈呀？要跟我转一下子，小伙子，打死他！这符文法师是不长记性啊！我这一看呢，整个耀光再摁个扣，刚才直接放扣打不死。打不死以后，我们就没有近身他的手段了，知道吧？谁投降？啊！没有吸血呀，这小分女儿，哎呦我，他敢把 E 交了，我没想到啊，这小子敢把 E 交了，算了，这波我们引起了民愤，赶紧跑，指定五六个人过来了，赶紧跑，空太多了。嗯，这老分女儿，今天我不把你衣服给你撕了，老分女儿，先别急啊，这个小黄毛能打，只要他抠空了就可以，闪现平 A。太骚了，真骚啊！太追呀，这盖伦指定有闪现，我一看他这样，我就知道他有闪。回家出装备去吧，我都五千了，五千了，买个这个，再买个这个。打大龙去了，这什么意思呢？盖伦转也不掉血呀，这关键是。哎呀，这分女儿可太讨厌了，这分女儿，就讨厌这分女儿。追不上啊，
我吸血太高了，他们都打不掉血都。你看那盖伦干转不掉血，完了，让防御塔给我杀了。哎呀，这防御塔有点厉害啊！狂妄了，这波狂妄了。怎么样才可以幼一点呢？来个这个，加点双抗，把下塔给我推一个呗，或者给我打个大龙，我就够钱了，我还差100块钱。泰瑞尼斧肉车六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耀光被动，我来救你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，这谁红 buff？ 这怎么是我的红 buff 呢？致命点炎，追！不掉血呀，这也。大光头骂人了，头发给你揪了，还敢骂人？